10月29日，李咏在美因病去世。他曾主持央视十年春晚及元宵喜乐会。在2017年11月23日，李咏于感恩节发布最后一条微博，感谢妻女及所有人。哈文在下方留言，感恩节快乐。网友纷纷表示，李咏大哥一路走好。天哪，不敢相信，心里好难受。李咏老师的节目是陪我们长大的啊。而在今年5月3日，哈文也晒出图片，为老公庆祝生日。从照片上看，李咏的状态略显疲惫，疑似因被癌症折磨。2018年8月13日，北京，李咏哈文夫妇携女儿现身首都机场，最后一次和老婆哈文同框机场照成绝唱。在2017年8月9日，哈文曾发文表示期待癌症疫苗、艾滋病疫苗都有了，癌症疫苗还远吗？加油吧科学家们。哈文此前从央视离职创业，和李咏一起创办了节目制作公司，制作了偶像就该降审等节目。不过今年该公司一直未有制作新节目。据悉今年哈文低调解散了该公司，原来他是为了陪李咏一同对抗癌症。